很久很久以前，古龙的君主们将自己的力量借给了勇士，两方联手与试图毁灭世界的众神展开了一场漫长的战斗。和众神同一阵营的魔龙自然也成为了他们的敌人。在战斗中取得胜利的古龙们成功杀死了魔龙。由于魔龙的血液中具有蛊惑人心的魔力，难以被彻底消灭。最后，古龙们决定将他的血液封印在海底深处。自那以后，看守魔龙血就成为了我们沧海龙族的使命。一直以来，我的脑海里不断浮现出各种问题。母亲以前到底做了什么？她为什么至今没有回来？因为某人难以言说的故事，也会被一袭浪花卷进大海，刹那间成为一抹泡影。我渴望找到答案，亦或者我已经有了答案。